看我新发明的电动擦车。不是毛蛋，你这爪子也不够长呀，别急呀、啊、这不还有个一键升降功能吗？然后就这样轻轻往里一推，升起来，然后往外一拉，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搞定了。这个升降机好呀，既安全又节省人力，高手在民间呀。你这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了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呀。俺跟你们说，卸货你得讲究个巧劲。哎呦嘿，呦，这冰箱还挺沉的，我去，这上楼咋办呀？小伙子，年轻了吧？来，哥教你咋样上楼，自动一体化，省时又省劲，轻轻松松的搞定这活。呸呸呸！南方的朋友，有没有要天然大冰箱的？在俺们东北这旮瘩，从来不买冰箱，遍地都是纯天然大冷库。你小子装车能不能快点呀、啊？你咋那么磨叽呀、啊？再不装快点，我走了。你着啥急呀？我还没下车呢。你们的吃奶也得解开。